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将这个磁针啊哈，摆在呢照载流圆线圈的这个圆心地方啊，那磁针的偏向哈如这个，哦，磁针的偏向是往哪边呢？是往那个北偏西哈45度的，哦，那北偏西45度的话，我们讲的地磁哈，它是什么呢？地磁是往北的，那现在哈，我为了方便哈，我就把那个东西南北哈是这样画，啊，这是北边的哈，啊，这是东边的东边，那现在磁针的话呢是往这个方向，这个是45度的，好，那45度的话，我们晓得地磁哈是什么呢？地磁是往北嘛，哦，地磁往北嘛，这是 B1 嘛。那现在磁针会为什么往这边偏？因为外加磁场是往这边的，哦，外加磁场是往西啊，这外加磁场。那为什么呢？会跟这个北方是夹45度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跟这个一样，哦，这个是总磁场的方向，哦，这是总磁场方向，这是外加磁场，这是 Vt 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45度嘛，哦，45度，那，也就是说这个 V 啊，这是 V 嘛，外加磁场 V， 这 V 哈，比上呢 V1 哈，这个是等于 tangent 45度的，啊 ，tangent 45度的，啊是等于一嘛，所以 V 的话呢等于 V1， 也就外加磁场是等于那个。地磁的大小，哦，外加磁场是往这边的，哦，往西啊，这是外加磁场 B， 哦，这是外加磁场 B1， 哦，那，啊，这个是啊，这地磁的方向，这是 B1 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他说哈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啊？我们看 A 选项，线圈中心的硬磁场由西指向东。应该由东指向西啊，往这边啊，由东指向西才对，所以 A 选项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B 选项，线圈中心处的核磁场由西指向东，核磁场的话哈，是往什么呢？那个北偏西啊，啊，或是西偏北也是可以的，啊。所以呢，他说线圈中的处的核磁场哈，由西指向东。他说由西指向东，这错了。应该呢，核磁场是指向什么呢？指向那个西北方啊，哦，不是由西指向东。好，那再我们看看呢 ，C 选项啊。线圈所在的平面哈，落在呢东西方向上哈。所在的平面哈，所在的平面呢是什么样的平面呢？是这个，这个，所以的话哈，它呢是跟什么呢？跟这个，它应该哈，这个圆线圈的话哈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这个方向，这个。然后呢，它电流哈，应该是怎么流的呢？它电流哈，因为它磁场往这边嘛，它电流应该往这边流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线圈哈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眼睛这样看过去，它电流这样流，好，那因为电流这样流的话，所以磁场的话哈，才会往这边嘛，这磁场才会往这边的，所以是这样子的，所以那个那这个线圈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晓得怎么讲，线圈的所在平面哈，落在东西方向。所在平面哈是垂直于什么呢？垂直于东西方向。所在平面哈跟东西方向是互相垂直的，所以这个也不能算对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D 选项哈。D 选项的话哈，而且这个他说平面落在东西方向，这个是很含糊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平面的话，他说什么呢？反正呢，这个平面跟东西方向互相垂直的，哦，不是落在
落在什么？落在东西方向，是跟东西方向互相垂直。好，所以西是错的。这样看 D 选项啊，线圈所在的平面哈，平行地面，他说平行地面错了，垂直于地面，这 D 是错的。这样看的一哈，一选项，线圈中心处的硬磁场与地磁相等，这个对了，我就在这里了。硬磁场哦，跟地磁相等，这个对了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要选一啊。